服中学的一百多位同学代表，坐在学校的图书馆举行学生代表大会，热烈讨论如何秉承副总统蒋公的遗训，化悲痛为力量。最终大家一致决定要热烈展开读书报国、重新报国、建军报国以及参加三民主义核心行列等四大运动，并且立刻展开行动。到今天下午为止，省立附属中学的2700多位师生，一共捐助了15万元的建军报国基金，并且有283位同学自动签名，参加了重新报国的行列，展现出青年学生化悲痛为力量、报效国家的勇敢精神。响应建军报国运动，是在今天上午接到副总统蒋公大会中展开的。我记得董事长刘春奇等捐出10万元，接着全体员工纷纷响应，捐出自己身上携带的体面金，捐出行业非常动人。如今员工捐献的款项被达到10万元，可是是有工资的捐款金额，也是在上午。今年副总统蒋公是真开始的，首先由总经理郭云捐出10万元，接着全体员工相继捐款，到上午为止也已经有5万多元。此外，三星纺织厂和南银纺织厂今天也分别发动了捐款。